接下来我们要选择一位上来，近距离的让狮子合唱团对他说土味情话，好不好？这里有粉丝团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来，我们选择一位好不好？来，谁来选？老肖，你来选。好，要不然就是这位女孩子，好不好？她最激动。来，请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哇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近在眼前。嗯，现场还开始谦让了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们谁来说这个土味情话呢？谁？老肖，大家想听你说呢，来吧。我不会说话。你只要不下雨，什么都 OK。好吧，那。哇，牵起了手。靠近一点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的短，就是在一眼瞬间，但是我们最珍贵的就是那一眼瞬间。有接受到吗？心脏有砰砰跳吗？有，跳个不停啊，嘴唇都在抖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位幸运的支持者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狮子合唱团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还有爱的抱抱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爱的告白，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情歌。小事小事小事。